峡两岸一家亲，杭州南口亲上加亲。觉得就地重游对我来讲也是这个记忆非常的深刻。透过两个论坛，不仅仅让我们两个城市在各种的农业还有文化交通上面可以更加的来深化。从教育的上面，我们希望透过青年农民朋友的学习，还有很多在农村建设的提升，那大陆这边的农村跟台湾的农村有一些的差异，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以交流跟合作的非常的多。随着亚运会即将登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主场馆设计，还有包括从交通上面整个城市可以说规划得非常的完整。那我本身也是乒乓球运动员，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我们南投的教练员一些选手在赛会期间来观摩，来看看这个比赛，来学习。两岸交流不分任何形式啦，我们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共识，我们大家可以朝着这方向努力。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两个论坛的一个真正的意义。